术体验的优点之一是它能够开辟新的视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探索艺术充满热情。这也包括了法国富商皮诺，他先对19世纪后期的艺术家产生了兴趣，后来又被抽象绘画所吸引，这使他把目光投向了战后的艺术家。再后来，他更关注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艺术。他说，自从他早期的收购以来，每个发现都揭示了新的世界和美学，让他了解了他不熟悉的东西，并推翻了他认为应该强加给他自己的限制。他渴望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这一经历。在巴黎商业交易所，他的私人收藏馆的开幕展，他决定展示以他作为收藏家的态度相呼应的作品，而不是概述收藏范围或者展示旗舰作品。这次首展是他一直倡导的价值观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对不公正的反驳，对多样性的接受，并且展示了他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品格，包括大胆、好奇和谦逊，也尝试提出或者回答困扰他的一些问题，包括了无常、虚荣和时间的流逝。他选择向他欣赏的艺术家，也包括那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开放这个美术馆。这些艺术家都无视传统，打破主流话语，他们挑战既定的规范和教条，以发明新的语言。他们的作品有力地表达了人类的现状和我们周围世界的矛盾和复杂性。由安藤忠雄改造的商业交易所的独特氛围，为他们的作品提供了完美的环境。这些展览空间的设计，让每一件艺术品都可以被大胆地展示于人，也让每个参观者都有自己的艺术体验。这个新的美术馆邀请所有人去冒险，从那些已经对艺术充满热情的人，最重要的是到那些还远离艺术的人，邀请他们质疑自己的确定性，解放他们的想象力，超越自己的极限，对别人所提供的东西敞开心扉，并通过拥抱当代艺术创作无限的多样性来拥抱世界。